我从刚刚就一直努力的想要滑回岸上，可是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滑回。你以为我在海上玩哦？你以为我在海上玩吗？不是，好不好？导演他们去拍，导演他们去拍清水断崖。我跪着滑，站着滑，趴着用手滑，我是超累的。主持人有多难当？乔哥，你拍他们坐在船。主持人，不要滑！他自己把这 SUP 滑回岸上。主持人，小乐等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不过还蛮快的啊。